要走向一个真自由、有尊严，伫世界甲所有国家会当平起平坐的一个现代国家。咱面临真多挑战甲困难，其中一个问题就是人权。所以今仔日我要来借用这个机会，大概有七八十分，来讲这个艺术甲人权。亲像拄只诶引导所讲诶，艺术过去互人当作是一个有钱人、读册人，还是好业人，伊是咧佚佗，还是伊咧提高伊诶地位诶装饰品。但是自从我读册研究捌一寡代志了，我认为艺术甲人共款，人有百种人，艺术有哪过来种艺术，所以咱要发扬好诶艺术，来促进台湾社会的进步，来带动人心伊的真善美，而且最后会当来启动台湾自由人权普世的价值，安尼是毋是咱共同的愿望呢？所以刷入去这个演讲，本来是伫这个二二八的时阵呢，伫高雄、台南、台中、台北，伊伫五路巡回演讲。因为咱有即个姊妹去参与，所以感觉讲，今日来甲各位来分享，可能是另外一个分享的好的机会，所以我今日去而且甲各位来做一寡交谈，但是时间有比正常的较短，所以我会甲伊浓缩起来吼。那么为了今日的即个聚会呢，我也是有准备一寡资料，所以。各位，我拄则有去搜寻印几只资料呢？第一份，甲各位来讲解者，因为印差不多十个对啦吼，所以若是同一个家庭，还是一个一个家人，你着做伙看嘛紧。我简单小个，第一份是即个《国语日报》伫即个2月13，刊登着本人的介绍。苏进明研究创作公共多维主来传达着乡土的爱。那么这个有一个较新的名词，叫做公共多维主，英文叫做 public picture book， 就是讲红阿珠、银阿珠，众人咧看的珠，但是这是用众人公共的财产。人民交予政府的钱的税金，甲摕出来做土地里面一份的故事的书，毋是咧讲西洋的公主神仙有无，也毋是咧讲中国过去帝王皇帝的这传说。每一本拢是台湾砖卡物产，安怎饲沙巴鱼？安怎种山啊？种甲日本人欢喜？安怎有迄个营养抗战的这个？为台湾建设的这个这个英勇故事，所以这是这个资料，这个资料是给大家做一个参考跟流传。之后今日也是听我小弟安尼讲，有趣味，咱后盖会来分配来介绍，做一个台湾囡仔，做一个台湾人，应该要有的基本公民的知识，这比较开心所以这就是我们展开去做一个参考。第二份资料也是拄只特别去印的，你甲看一个特朗普儿童的诗甲画，你甲注意甲看这个国语日报的时间是1年4月30，各位今仔日四月定是？9，明仔透早的报纸已经主编传来伫我电脑，我先甲伊买印予各位先看，为甚物？明仔载报纸还袂出来，我是并且是我特别提供给国语日报，因为明仔载有一个重大的活动，咱拢知影。所有台湾人会徛出来去参加向日葵日头花的欢迎的游行，对无？所以，而且日本的福岛的这个受难地震受难，甲这个核爆受难的日本人也组团。来到咱的土地，咱的台湾市，要参加台湾人用坚强的意志来反对核能发展。所以为了这个代志，我特别写一篇专稿，
这全国就是二十五天前苏联切尔诺贝爆炸，二十五天后，这个土地变废地，这个受死的就无算，活的人，遐、那个囡仔五岁已经变三十岁，七岁已经三十岁，所以这有一个团体入去甲切尔诺贝拜托这个囡仔十当啊拜托，这个五岁囡仔十当啊变十岁，用伊的诗，用伊的话。讲出伊面对切尔诺贝车即个核能爆炸了，伊个生活个困苦，伊个性命个挑战，伊做一个人个基本个要求，坚强反对即个核能发电是不应该伫世界地球村。所以，这是一个足够个性命坚持，也是一个追求和平、公义、自由、性命个坚持。所以我将即个囡仔诗个读。甲写好啊！啊，因为知影讲一个明仔载，所以特别给我讲，哎，因翁我有一寡兄弟姊妹吼，所以印号给伊，啊，啊无，有哪印十个对唔啦？啊，恁两个人啊，做伙摕一张，啊来倒去，你若是你读了有意思、有意义，拜托咧，啊，你有哪印报名出来，这就是咱无希望，咱的囝甲孙将来面对着台湾，台湾北三粒，台湾头一粒，任何一粒。核电厂呐出问题，无得走。所以这有哪是咱追求一个生命尊严、追求生命人权的一个重要基地。啊，这今仔我来特别啊，因为咧顶界无啦吼，啊这特别。啊，第三张就是这个艺术甲人权这个彩色的课。这个彩色课就是拄只讲的伫嘉义台南啊咧一直巡回演讲啊这个由这个龚道明。蔡廷伟教授啊，啊一挂热心的人，有哪去募款啊，印彩色的稿啊，来给大家流传，就是今仔日讲的主题。啊，即马即个主题啊，咱就刷落去就靠即个电脑，啊，一个简单的讲，啊，我就看一下哈。来，咱即马，直接来看，就是看到即、這个艺术甲人权啊，咱等下要讲的就是讲艺术甲人权是安怎发展。做一个议题，啊，世界甲台湾的人权发展有啥物案例？哦，啊，这个文创产品其实就无介绍，但是我有早，这个几本啊书，这几本啊书甲有哪真有意思，是讲有早的这个看阿婆画图，咧讲一个七十五岁毋捌去的阿嬷，伊安怎伫夹枝头去夹画笔画图？安怎伫夹针线去刺刺绣出伊生命见证？安怎伫目？把肉掌的手去梳理地面，做出台湾的这个十二生肖。啊，这原来是一个真生命挑战性，啊，这一个真好的故事。啊，第二代你也感觉台湾的水甲台湾的好，要安怎来消解？我有早一本发现台湾农业的水。咱台湾有两种世界有名外销，第一电脑外销，第二小三，我那两部较紧张。所以台湾水果的水。台湾农业的水完全写伫遮，伊大画家甲囡仔，我甲整理出来吼。啊，第三我就是一本国语日报咧讲，讲我用三十几张的生命去做165本台湾本土的皮草书，以及叫做一号图画书。哦，啊，即、這个四十五，遮拄啊有四十五本，每一本的故事拢写伫遮。你若对要互即个囡仔要做老师要推广。啊，即有早几本啊，要大家甲恁分享。我来即马就进入即个主题咯。本人即马是台北市教育大学，台北市教育大学就是日本人来起的总督府的第一间公立学校，尾仔叫做台北师范。这是全台湾第一楼，今年116岁。三十年后，搭有和平东路公立，即马叫做国立，台北教育大学。迄就是迄个文化，迄历史啦，吼。啊，我长期来咧做台湾的历史史的教学，啊，搁做一寡即、這个，另外特别三准吼，人家点点点。啊，我咧经营即个美术馆的推广，美术馆的推广呢，我拢咧训练，要安怎做解说，要互即个世界的名画，互大家听趣味，还搁听来，吼。你后摆搭过来讲，吼。啊，即摆咱先来讲咱的主题。今仔主题是咧讲艺术甲人权，但是咱就爱讲到即个上重要，就是1948年，
而自战后第三天，联合国通过世界人权宣言。这个宣言了要求世界各国要立宪，并且要经过立法，设立国家人权的机构。这是联合国规定。1992年呢，佮通过巴黎条款，规定这个人权委员会要有做官的人，啊，佮有百姓佮公正的人来做事。2000年，台湾出一个水总统，这个总统就是阿扁总统。啊，这个阿扁总统呢，伊就讲，台湾应该要人权立国，而且要成立着促进国家人权委员会，要求立法院通过。所以，伫2000年，咱就通过国际人权的法典，已经决定了国有备案在内。所以，台湾是一个以人权立国的一个国家。但是，这个人权，咱即卖要讲到艺术。艺术，咱会想讲画图啦、跳舞啦、唱歌啦、写文，这拢是艺术。但是咱今仔要讲的是 visual art， 视觉艺术。是甲艺术，就是讲咱过去的绘画，吼、哦。从我以前咧做主题来讲，为什么来讲呢？因为咱台湾伫即个1947年发生一个重大的代志，即、這个代志是啥？就是咱的即、這个，我听到很有趣吼。即、這个。发生二二八是1947年的这个二二八呢，这个50年来，咱的时代人拢甲咱教一句话：囡仔人有耳无嘴，无嘴，点点听，唔免问，卡袂出代志。这句话听起来足简单，但是伫教育来讲，就是呐 ，no speaking, no thinking。你袂晓问问题。不要追究事理的原因，你的头壳、你的阿达嘛，就是无咧思考。1947年到1987年，40年来，咱阿达嘛，咱的头壳就是安尼怎啊定？所以，煞入去变政治公共事务的敏感，无要关心。但是有一个重要代志，就是发生伫倒，发生伫即个1998年呢，即个1996年呢，第一次有人。用市长的人来要求美术馆办228的美展，这个就是市长，这个市长就是淡水。这是伫文化处，这是无简单的代志。连讲都袂使讲，问都袂使问，哪会使要求到市长讲教育局要求美术馆办228美展？这是行政官，因为台湾人处伫这个政治官，不有这个行政官。但是这个1996年办到这个电脑办到这个1999年的时阵呢，啊，1999年时，二二八美展是由马英九来开幕，开幕了，伊就把所有的美术馆来讲，此后袂使去办有关二二八的展。各位啊，这个事实的反映啥？咱若要出入政治馆、政治馆，咱就无文化馆也无够。但是这个人，陈水扁这条代志从来拢无人在提。我是不应该给他拍广告，这是一个公益政治节目啊！咱是不是为个单纯为这件代志个加油拍广告？所以是这个问题，连我美术馆有关要来画图研究美术的代志已经发起了。所以2000年，我才将这个代志提起加二班到加二二班的里边。刷入去，伫2009年，将这个二二班里边的信会。交予海洋台文化基金会来主办，吼、哦，啊，这个台湾才开始有产生艺术家敢用画图、用艺术来探讨二二八的事甲对甲唔对，事甲对，这是一个不得了的。但是到2008年了，这条代志佫无去啦，因为总统唔是台湾人，这是重点。所以2008年马英九。上台了，就开始禁止搁办二二八活动，向台北市二二八纪念馆倒咧铺蒋介石是功劳者，颠倒是非。所以这是大家咱爱注意的事。来，咱即摆要来看，是这个2008年呢，这个国务院啊，美国国务院有报告讲，台湾的这个野草莓的大学生啊，要求自由化，爱放宽，但是马英九到今嘛拢无出，到这个
法国的这个国际人权，那是对这条代志在表示台湾甚至人权的退步。所以咱今仔徛遮，你若是徛伫人道的理念、甲正义的立场，不管你是艺术家、家庭主妇，还是任何人，应该爱有人权的理念来推动哈。啊，所以我就是咧演讲，就讲希望未来有台湾人权艺术家协会啊，邀请你来加入啊。所以你若拍苏振明三字啊，你就当去我的 Facebook 看我的啊演讲个资料。那么今日上简单来讲个，就是讲到底这个人权的理念是安怎？人权咱个看，爱有人去创作，有人去推广。啊，这个艺术的部分，不管你是画图的、唱歌的、拍电影的、写文章，拢有啥？啊，你这个人权，你会使由台湾的人权来做主体，还是要用世界的人权来做主体？但是台湾真奇怪，讲到人权啊，大心哦，足个不分。你若讲到非洲饥饿三十哦，我们要关心，我们可以解决。那底下几斤了嘞？啊，你若讲到台湾二八，老师那个不要讲了，那个过去了，跟我们有什么关？所以做明天，咱的大心，咱的知识分子，为何对？外口人的人权较关心，对家己的家族、对家己的长辈人权遐尔啊冷淡，这是一个真巧妙的教育的方法。所以呢，今日英文大纲，咱要来讲人权，应该爱有理念。理念就是人道主义，还是台湾的意识，还是社会美学。哦，然后才会当透过教育来发扬。所以这个教育，咱若是做是大人、做老师。爱将人权甲囡仔讲，包括囡仔袂使去做什么代志，啊，咱袂使大人要求做什么囡仔代志。所以叫小小兵去拍野狗的电影，这都是违反囡仔儿童人权。所以包括咱的这个做一个文化国民的意识、民族的思想，这拢是咱的基础的错的。所以最后咱为甚物来讲，希望这个人权的议题达到个案的关怀。咱知影，咱真侪不公不义的人受冤家去互关，真侪不公不义人有人欺负，啊，司法是乌了。即款代志咱爱出声，爱是要来讲事件，爱是要来讲。